OK， 我们今天玩万什么的。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？哦，对，我最近要把职业讲一讲。粉天讲了，粉天讲了。演师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之前有一个杀比较大的，就是演师职业，因为演师他很像主打他里面的新角色、新职业。他主打他里面的新职业啦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先讲。对，他现在就主打他的演师，然后想一想，就这样了。什么什么狼？